我自己都看到了，为什么我自己都会看到广告啦？Why？I don't know why。破瓜，为什么自己都会看？Why？等他跑，在动，在动，在动，吓死我！噔噔噔，还好广告大概十几秒而已。回家 NG，呵呵，我两个徽章，耶！离地出手机游戏，这么神奇哦！听说啊，那个《迪丽迪丽战》那个《迪丽战》的那个一拳超人被下架，被强制下架。啊，有点难过，因为之前也有在那边看，难过。然后我今天打到哪里了？忘记了。打赢了两个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去哪里了？该死！因为刚才弄完家事，然后走过来，然后呢，乌巴梅森林是不是？嘿，要去酸梅森林哦，并不是哈。然后我们要去找三十号道路。从这个地方走了，难怪。好了，走吧。我要先看一下我，因为我有些地方应该是有写，我应该有写说哪边有。该死，我这边没有写说我到底有没有买，好像没有买。因为我现在有在上面写说我到底。魔术阵好像还没有买，我还没有买那个任何一颗宝贝球，先标记一下零。那我先标记一下，这个东西超级麻烦的，这都不标记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死很惨。打了三天，只打了三场，这真是挤满的东西。啊，看看他有没有那个弄好了。好嘞，啊，这我要白天的时候开一下这样子，要不然的话，来这个地方，喂，不妙了，是你，该死，确认一件事情，火箭队复活了，是真的吗？什么？是你打倒的？少圈了，如果是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就让我见识你的实力啊！妈的！No！ What the heck？ 公屏上不写，他不出现。滚石！忘记了，滚石。哪系打他？打是有用的，普通系吗？等一下，忘记是哪一个？先催催眠术，不要看我，你这变态 ！Shaking， 没有中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要再怨恨啦！该死，不中是怎样？被盯了，被诅咒了，更换。蓝二，
怕一般，我没有一般，哎，一般是普通系，对不对？啊，管他，管他。啊啊啊！扮鬼脸。Yes。吃的很香甜。好嘞，这么快。上啊！太快醒了吧？是因为等级差距吗？啊，这个是原始人的样子哈、哦，哈、啊，看他过的野人般的生活。哦哦，打赢他了，打赢他了，耶、yeah ！哦，属性相克是很重要的。在玩这个 challenge 的时候，真的是深有体会啊！哇，我升了两级，毒粉毒粉毒粉，我要我要！忘记忘记什么？忘记什么？忘记忘记生长？你打什么？我看不懂，你应该是弄错输入法了吧？学会了毒粉，耶、yeah ！狙战斗，什么？稍微有点自信了吗？你竟然放出了布鲁斯·韦恩！啊 ，no no no no！ 好嘞。不不不！不要再！呜呜呜！换了换了换了，笑笑。烧他！不要！保险起见，派一只这个。有啊！痛吗？我怎么不中？有什么情景？中了！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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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啊，这超不科学！耶、yeah ！赢了！哦，合理高仔，没用精力。听好了，你之所以能赢，只是因为我精力太弱了。哦，钱还不多，钱还不少。吓我一跳！我最讨厌弱小的家伙。不管是经理还是训练师，那你就放生啊！这样的弱者在眼前晃来晃去，是碍眼，没办法。火箭队一样，你一个都打，有些吼起来胡作非为，想靠这样变得了不起？喜不喜欢这种家伙？你别给我转来转去啊！老方，我这边给你颜色瞧瞧、啊。有种你就放生你的，放生你的经理呢、啊，家伙！哼，差一点死。啊，该去练等咯，这有比较适合练等区吗？这的确是有啊，不过就，多练一下好了。
天哪，吓死了！丢丢丢丢！哎，哦哦哦！索尼，对啊，差点就要放生我自己的。No！ 不要毒针了，早知道就不打不怪。最讨厌这种东西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变成说我的也是啊，真的哈，那四十滴，然后再看一下，好担心哦！哦，好好，目前应该还 OK。哦，差点。不会的，他不会死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那先抽个岛。我先看一下我有多少钱。啊，钱不少。结果老爷爷，购买。跟你与众不同的球。购买。好，然后再买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我这边就已经买了10颗球了，写上去。耶！先在这边存个档，小心不要迷路。好，有很多有神灵的说，做的坏是会被惩罚的。啊，怎么办？老爸会生气了，帮我砍树用来烧炭，烧炭的大葱鸭逃到森林里去了。你可以帮我抓住它吗？大葱鸭的耳朵很灵，一听到踩树枝的声音，就会发出声音的地方看。矿机的话，一定你能行吗？嗯哼，哎，什么？不。等等，那还自带调味料，
好，应该是这样子走。哇！好快，好快！哎，这跟我一开始我这玩的方式不一样。谢谢你帮我把当当抓回来，谢谢谢谢。但是当当还有一只，听到当当听到小猪猪的声音，就朝那个方向看，朝那个方向往旁边找，朝我的走。哎，还有一只吗？哇！嗯，练等啊！哼，把这些都升到20灯好了。哟，有东西可以拿，找到元气碎片，元气碎片。元气碎片，没听过元气碎片这种东西。嗯哼，就其实这个有两只，它的超音符啊。不要攻击自己，攻击他。Yes， 攻击到。Lucky。哎嘿，那是站前面哦。那个哪算在前面呢、啊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把布嘞！好的，好歹跟我讲侧面吧。然后成功了吧？抓了！哇！抓到他了！耶、yeah 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！谢谢你，我没有到搞徽章，老大经理不会听我的话，太好太好了，很嫩哎、欸！我的鸭子跟葱，哈？难道你帮我找到他们的吗？没有这些砍树的家伙，我们就做不出炭来了。谢谢啊，我要好好谢谢你。这东西拿去吧，秘传机灵，当当。秘传机要给谁用好？秘传机的攻击力忘记，叫会皮套款的徽章，就可以让学会制造精灵砍断细细的树。但是，一旦让精灵学习了，就很难再让他忘记。要想好让哪只精灵学习。你要在我这边休息吗？10年就能学成了。好了吧，嗯。好，现在抓到了，那我们就来，因为这个一定要，对不对？雨修，降到地上休息。命中哈，命中竟然是95哦，威力50，50哎，其实还不错。嗯，给他弄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原来重击是95的命中，那这没差了、啊，很扯哎、欸。
耶，砰！为什么是蹦？砰个什么毛毛？这边的树啊，都是可以拿来当做撞击用的哦。哎呀，又撞到，又遇到怪。不要不要中毒，拜托 ！No！ 然后就先给他弄那个回复啊。呢？真的超讨厌，真死！使用巨幽斩吗？是，咔嚓。什么？祠堂供奉着森林之神。OK。同树林里，树郁郁葱葱的茂密生长，就快连天空也看不见了，稍微有点微暗。注意，请注意脚边掉落的东西。脚边。像这种东西吗？飞行系技能打虫系 P 哦，等等，你好吗？我是五郎，最近好吗？我看到独角虫了，想要去抓了，可惜失败了。那伤脑筋，谁叫我抓尖顶正步的手链？干嘛？独角虫，可恶啊！所以现在就只能强制性使用这个。解毒药，耶！呵呵。有些店有这种地方，让我在思考说会不会有藏些什么？没有。他干嘛？这是可以干嘛？这是艺伎吗？大哥，感谢你的抖内。哎，哦哦哦，这个是，你难道会地裂？我在干什么？我让头撞摇动大树。你想要让精灵学的话，那我就教你吧。哼。先不要，我目前没有特别一定要用的怪兽。头撞我觉得是个还不错技能。变异的，因为他的
人体的他的那个身体上的质量比较密度比较大。这样这边就有个头状的，头状可以抓到比较好的怪兽，我知道了，比较不常见的。好，这是铁壳棍，撞他！是可以用啊，不过我不想要再让小拉达去用了。让小拉达弄的话，这样其实到最后他的，虽然说我不一定会用到他，要找一只类似于工具怪兽的。这么快？等等，你明明就没有看到我吧？迷路的小迷糊，可千万不要在森林里迷路啊！什么？你见过我？那结果是，可能是你看错了吧？话说，你能告诉我森林的出口在哪里吗？哎，哦，你要告诉我出口吗？那是个聪明的精灵呢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嘞。发了什么鬼事？还蛮聪明的嘛。PP 小回复 ，PP 小回复是什么东东？那是什么鬼？独角虫。哒啦。反射盾，看一下。不用担心，都在。Hello，Hello。放弃反射盾。出去喽！哪里过来？哎、欸！吓死我！啊，你在收集精灵图鉴吗？那你一定跟很多精灵对战过吧？或者用这种精灵试试看吧。得到技能机12，放弃了技能口袋经验。你们是挑拨，受这个影响精灵，在一定时间内只能使用直接攻击。哦，是哦。喂，开心跳舞。您去过同树林的小庙了吗？小艾比穿越时空守护我们的森林，他应该是草系精灵吧？的确是啊，草系加超能力系。我知道，这一带都是我训练场地，把布拉吃我的神奇宝贝攻击啦！好嘞，电光石火。撞他。哒啦，穿山鼠是啊。更换精灵好了。算吧，生年粉。地面系好像，地面系怕什么？怕草系吗？来试试看好了。
哇，超级有效！猎雀，让金。看你上，把这怪给提升上去，把等级提升上去喽！啊恰，但有点过太强了吧，因为感觉它跟岩石系是差不多的、啊。哒哒，什么？练习还不行啊，就特训，因为我的目标是道馆关注。那你的目标真是低啊！那闲晃一下，好嘞，哦，凯西，他们。都不中的，星脱离了战斗，叫我打屁啊！这个叫我打个毛毛！哦，野生的苏利普跳出来了，好胖！都不中是怎样？你打我！我知道，要一开始，要不然就是要使用那个超音符还是大嘴符的那个什么黑色眼神，这样他就会被那个限制住，就逃不了。可是这边目前怎么可能会有？我自己本身都没有超音符了。练等中，胖胖的，这是马来貘吧？嘿，哦，那不对，哈哈。不行，What the heck？ 接回来精灵，我倒要看他精灵想几分。喵的，有这么被克吗？你刚不是只一个人吗？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子在那边出现了？布鲁，不行，我要先用伤药拔给。一伤药，啃咬。哎，不是啊，中了，灭团我就睡着啦。哇！
睡得还蛮沉的、啊。太沉了吧，这。没有用吧，这个。哦。赢了，最后几回星其实有屁用。耶利亚，动画经理，我像中是要丢。耶利亚，电器。你好了。财务公司就可以用 Solip 换管理哦，中啊，中了，中了，耶！他刚刚说什么没有看到？精灵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我不知道的技能，那我不知所措了，这是你的问题。看一下，我的班里可是最强的神奇宝贝训练师，你在班上很强，跟我比。又是那种小，又是那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好怪。哎，等等，不能拍他，重新会被烧死。紧张了。好了，避暑，避暑的话嘛，看一下，看你好了，是吧？不要。躲他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人上有人啊！哦，转身，你要是转到我班上来的话，我刚刚成为班上的第二名了，我都要变得更强才行。这我每人交换电话号码嘛，这样能更。你们，所以这个是之后还可以再打的意思吗？阿翔，耶耶！工作辛苦了，耶哥，我的精灵很精神的，真没有，
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让我练的吗？耶，神采焕发呢。哦，是你，呵呵。好，介绍训练师，培养经理和御手，虽然比爷爷还差得远。啊，那是培育师他，哇！我需要一个可以回复经理的地方啊。原来这是我的朋友哦，哎，嗯。啊，忘了一干二净了。这是我的手机号码。啊？咦？哦，安安，有没有跟后面的身后的经理说过话呢？在路上很多小动，镇上有很多小动作哦。镇上小动作，哦，不是。打电话我会告诉你。嗯哼，奶奶，我先嗯，因为都是经理训练师才会接电话的，是不要乱说哦。整理箱子。这都弄好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，我和老婆子电话号码，现在就可以随时通知你寄养在这里的经营的近况了。啊，好多哦。啊，哎，怎么弄了两次？嗯哼，孙女送的电话。这个秋冬哈，我要先回去一趟，要不然的话我正好这边去扫灭团。这边竟然没有神奇宝贝中心。nice， 笑，看一下。好恶心。不要阻止我。哦，对啊，也是。在前面就问题是在过去好像会有人要跟我打架，所以我才不要嘞。等一下啊。问题是因为我印象中有人要跟我打架，所以我想说就之后吧。我没记错，后面那边有一个地方是有人要打架了，所以就，是我就先回来。哎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到时候我抓不了神奇宝贝，我就是因为我要抓神奇宝贝，我才会那边我才会跑掉的。说不准遇到，说不准可以遇到其他的那个神奇宝贝啊。我就是我要遇到神奇宝贝，我才会这样做的。好好，死了之后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才可以玩到这边。谁要啊？还好他不是跟我说，认真命中了一次，我一定会扁他。你中一次一定会气死。呵呵。使用。嗨。
又是你。嘣！对啊，我说我是说，如果他跑出一次，我就会扁他。他气死了吧？哎！哦，这我的情绪怎么变这样？哦，终于有三次了。蓄气哦。不要，喂，你好，我是香芝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那个我要是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忘了，拜拜。哈，这是什么天然弹啊？顺便看他大葱鸭那边，人家在做碳的那个。还没有跟你谢礼，这是我烧的碳，给精灵带上的话，火属性技能就会增加的哦。哦，哒当，哦，超棒的！太上也回来，太上也找到，你真的太帅了！刚造了火箭队，同事你也可以放心进去了。我看中你的胆量，怎么样？跟我们一起修行吧。哎，呵呵。哦，哦，看了一下单身梦，嗅着烟的味道，哼。这里我印象中，稍微看一下。哦，哎哎哎，我不知道这样用的。带上，替你带上。好了。哎，我刚在那个美术图上面有看到派拉斯，哎，代表这边可以遇到派拉斯的意思吗？哦，晚上才，晚上才有哦，是。噔噔。快走。尽早把这个都预完。三次，拜托三次，耶，三次。
哦，是比较稀有的意思吗？因为我刚才美术图我看到佐仓千代出现了，刚刚才讲我就出现了，那是怎样啊 ？What the heck？ 哎，那你睡觉一次。所以我们证明了这个东西是有可能只抓一次的，只要他中的是催眠粉的话。这是怎样啊，我们这好扯哦。我们刚刚讲了一下说这个应该不会，这应该不会出现一次的，大概是两次到五次，结果就一次。那、啊、行了，变硬。哦哦，好厉害的。嗯 ，no， 王哥，别被抓了。好、哦，等我买视讯装备，可能要等很久。哎，入侵一级，非常有效。哎 ，why？ 他不是超能力系加草系的吗？啊，不是，他虫系的。What the heck？ 我刚讲完就遇到了派拉斯，莫名其妙。第一张这种好笑的情形。哎。中啊！好的。哇，这个麻痹是有多麻痹啊？麻痹的，麻痹到不行。中啊！啊，中！三次，三次，三次，拜托，拜托！三次 ，yes。麻痹果然超级麻烦。今天要换一下。面打个怪，呵呵，小拉打，散吧，啃咬，再咬一次，电光石火。邪恶系都要有效。等等，这样要先去打那个奇奇怪怪的人。
文献中有。我要寻思有没有可疑人物。哎，没有吗？文献中有哦，有吗？我培育精灵之剑，来稍微比试一下吧。露营少女，可达鸭，咬他！换精灵一下。换你。哦，晚上10点以后。是10点以后，我以为是。他只有跟我讲晚到了晚上，可是我没有呵呵就10点哦。我一直以为是，哎、欸，不要中毒啦！毒本被封住了，毒本就基本上都百发百中才对啊！鞭打，呵呵，这有效过头了。累累了，所培育的还不够吗？你走一只哎、欸，你到底培育一只培育了多久？等我培育好之后再来一场对战吧。再先交换一下电话 ，OK。对啊，你要考虑这个只有10岁，是我大概那个时候人应该也要画10岁才对，这还合情合理啊。那个时间宝贝球好想拿 ，Golden City， 所以黄金市就是广播塔。现在的话用移动手机也能够收听广播喽。哈，好慵懒的音乐，嘟嘟嘟嘟。黄金百货聚集了各色商品，但有些东西要到商品内的抽奖专柜抽奖才能得到。抽奖？快点，那些黄金百货，就这样讲而已嘛。妈妈很擅长购物，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道具哦。妈，今天也要买好多东西啊。啊，这是我的。哼，百货的话租得去啊，没什么钱。没什么钱，努。哦，我是努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前段日子小精灵我找小选手我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果实，是我就看一起吃的，虽然不知道这能不能吃，但真的很好吃，你自己保重。这个就只是一般的那个什么闲话家常而已。这些东西我会让你的精灵。啊，这个是不是可以交换的？这里的原型局长可以通信交换吧？通信对战的次数和对战者啊，宣誓卡片的背后哦。哦，是这么厉害？上存了多少种精灵啊？以前大木不是成办法会有150种。但照全球各地新品种类陆陆续续发现，现在已经被500种进行。他这个最后还有想起之前那个大木博士跟小天野博士那边，就是那个鞠躬道歉，对不起那个，之前发表说只有150种，对不起各位的。不管级别有多高，因为有属性相克，绝对强的精灵总是不存在的哦。可是等级强的话，还是很容易打赢哦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哇，钻石夜总会，好，真的好像，我刚随便讲，可是讲完真的好像，觉得超级像的。你好，啊，你的摄影经理，我真的对经理也很熟悉哦。他叫郑辉，现在被叫到圆珠市的经理中心去了。那你经理存放经理的是我的哥哥做的哦。啊，哦，郑辉，哪都靠到。话说回来，这算是个大城市啊，因为太大了，哪里有什么，完全不晓得啊。你是算这里的吗？你不是住在这里的吗？要小心的哦，最近要请不要骑自行车。啊，这自行啊，我没有自行车，我没有自行车那个可以骑，有点难过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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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嘛？你什么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哼哼，十点？哪有？这哪是十点？这个根本就卡地狗。哦，十七的。啃咬，先咬了再说。再咬一次。把布拉斯刚跟我讲说十点，晚上就开始打人了。他们呢？用岩石系的跟你打。哎呀，瞪眼，干瞪眼。我自己看攻略，他是跟我讲晚上啊。我想过了晚上应该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好快！喂，哎，哇，好多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跟再厉害的精灵在一起，哎、欸，黑夜也不可怕，这个。最近偷别人精灵的坏蛋好像越来越多了，你要小心点啊！不要莫名其妙跟我打架、啊。乖。好了，这边存档我们就开始玩另外一款游戏啦。没有玩洛克人，也不是要玩，也不是玩 Everland， 是要玩另外一个。你们应该不是很有印象，你们应该不太会知道的游戏才对。你之前买那种游戏包的时候正好有。好，这个地方我先一目继续弄掉。然后 ，other 跟这个弄掉，把这个可以关掉了。